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兄弟看球第二弹，今天来和平篮球馆，工程师对台北富邦勇士，兄弟俩一起来帮工程师加油。礼拜日还那么多人，也是很厉害，排得满满的，塞出来。觉得这个人潮不愧是3连霸，要挑战4连霸的球队，一起的。鼓大拍一下。欸、你要帮我拿、啊、你这个人活动人潮真的不是盖的。这主场越来越热闹，我觉得有机会挑战最佳主场。野生老崔，就快就快，大小勇士伙伴们就过来，没错没错。哇，现在富邦勇士也有这个儿童游乐区，哎，很赞哦。在场外算是有一个小小的。算大的气垫床跟一个小的区域，这应该小小朋友很爱玩吧。礼拜日，那今天看到的摊贩就是外面这四摊，有一摊还没来，看起来是一个饮料三个吃的，也不止哦。不好意思，误会，还蛮多的。这边还有。组两队了，Let's go 富邦， Let's go 勇士。我真的会不自觉，富邦勇士。是富邦的开场，这个才叫战场啊，跟凤山又不太一样。强者富邦 ，Let's go 富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 ，Let's go 跳球。克拉体系，今天有三克拉。出来了，双包夹，徐总一开始就用了。对对，老师，徐本人助理啊。
射手。完了完了完了，看一场少一场又来了。防守，防守。阿北，三颗啦，耶！好，谢谢。小烈也空档了。比赛结束，36-34，攻击大战。双包夹，你看到没有？双包夹，三颗啦，三颗啦！哇！太帅了！这个音乐好熟，我从 S 二季后赛听到现在，听到这个真的有点 PTSD。一击击棒棒，二击击击击棒棒。工程师 GOAT， 工程师 GOAT。小夫果然不能包夹。阿贝，耶，阿贝，阿贝救我！是谁？桂宇吗？小九九。下一半不要喝了，波波波波，阿北救我！博勋打 CJ 应该是稳死的 ，CJ 应该就会吃他。CJ 看到博勋看到一块肉一样。弟弟，哇！三分低，三分低。终于吹什么？终于吹一个有的没的，杀杀下去啊！没有，怎么可能踢？帮主场，帮主场怎么可能踢？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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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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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踢了！我说我认错，光速打脸，真的踢了，竟然踢了！哦，全场的给压力。野生比尔，比尔在打私迷，比尔在打私迷，可惜。哇，帅气！哇，弟弟！耶！哇，小九九，周桂宇，工程师请求暂停。58-56。老崔脚步很灵活，第二节结束61-58，工程师领先3分。
丽莎姐穿得很橘哦。防守，防守！阿北救我！反掉了。输四年了，加油啊！哇呀，第一个就来了，全村的希望。辛苦了，要扛赛瑟夫，台南够了。吃到什么鬼？吃到什么大力丸？还在找人啊？叫一个暂停回来，以后打一个克拉单打。然后对方打系统的。结束，90-80，差十分，看冠伦什么办法，想一想吧。他投了滴滴。
出去就好了。他想下去，他想下去，要下去，两个，他故意的，他故意的，他今天不想要留在场上，他故意的，他故意的。自己想下去的吧，来波波打快，对，打快，大家都不敢投，老毛病了。请问今天看完球的想法是什么？加油！加油！